有一种人是这样的，你看不起他，他就看得起你，你看得起他，他就看不起你，你把他当人，他扮鬼吓人，你居高临下，他便仰慕你，你平等相待，他便不逊起来。这样的人把别人的谦虚当软弱，把旁人的轻视当身份，见到弱者必定不屑一顾，遇见强者必定拼命攀附，岂不知轻视尊重会换来轻视，巴结讨好也未必被看重，太拿自己当回事必定被别人看清。整理反思，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